选个空，欢迎参加佩佩猪的假期。在机场，佩佩猪全家都在机场。在行李经过安全检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帮佩佩猪一家和其他旅客放行李呢？放两件行李到输送带上。一、二，好棒啊！放三件行李到输送带上。一、二、三，好棒啊！放一件行李到输送带上。一，继续呀。放两件黄色的行李到输送带上。一，二。哎呀，有一件行李的颜色错了。二，好棒啊！放三件蓝色的行李到输送带上。一、二、三，好棒啊！放一件黄色的行李到输送带上。好棒啊！放四件绿色的行李到输送带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棒啊！放一件黄色的行李到输送带上。你以前玩过，对不对？放三件红色的行李到输送带上。一、二、三、三，好棒啊！放两件紫色的行李到输送带上。一、二，好极了，我们所有的行李都齐了。你能看得到行李里面有什么吗？你记得每件行李里面有什么吗？找寻正确的物品，并且拖曳到 X 光机。找寻正确的物品，并且拖曳到 X 光机。哎呀，行李里面没有那个。好棒啊！好棒啊！
好棒啊！好棒啊！好棒啊！你以前玩过，对不对？你以前玩过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看到了闹钟。我们再看一次 X 光。你以前玩过，对不对？现在找另一件。好棒啊！好棒啊！你找齐全部行李了。你得到奖励贴纸。佩佩猪全家现在要出发去度假了。